昨天晚上是今年的首个超级月亮，话说十五月亮十六圆，那昨天确实是六个满月之日，我也在外面拍了不少照片，但是确实技术和技能啊限制了发挥啊，看着网上人家拍的月那才拍的就是一个光斑，就光点。这样拍月亮其实还有个飞机会从这个月亮边上飞，但是拍不出来呀，真的性能不够，确实好好请教一下别人的这些大月亮就是怎么拍出来的。当然要投资买设备的话比较困难了，但是很多人今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地点见证超级大月亮。在上海来讲，很多地方都是和拍摄这个大月亮的，据说外滩就已经为的就是环金穿越的这个像，现在拍这样哦好的器材，当然也有一些软件能够帮助大家拍好，确确实拍出这好的照片。看到这样大的月亮的时候真受到愉悦的，当然这样的时间不多，每一次超级月亮来感叹自己手边没有趁手的家伙，看别人拍的了，别人拍的月亮真的好漂亮，看到了吗？或者说你有拍到好看的月亮吗？欢迎您在我的下方也把你拍到的大月亮超级大月亮显露出来。